Hugo and Kiko. I love you, TV.这次的 UTV 呢，很开心邀请到了日本的时尚天后水原希子来为我们画刀，还有她的妹妹佑果，一起创造出非常时髦的影像。水原希子所主导的品牌 OK 呢，其实里面含有非常多快乐的元素，包含了日本最受欢迎的家居系列，比方说有全身布满了不同颜色缤纷爱心的浴袍，特别的是连内里都是彩色的条纹拼接。这件蓝天白云印花的两件式睡衣呢，其实就呈现了水原希子私底下希望给人家传递的形象，就会让人家感觉到居家的时候无拘无束。对花印花的两件式睡衣呢，它也是采用了呼出感最舒服最轻柔的缎面去处理。水原希子为了 OK 台北快闪店特别推出了台北限定的紫色 T 恤，在胸口有一个很漂亮的 Kiko 刺绣，就代表了水原希子的精神。一样颜色的紫色拖鞋呢，采用的是毛巾布的面料，它在鞋面本身呢也有丝光的 Love 刺绣。 OK 这次也推出了非常多让少女看到都会尖叫的饰品，比方说呢，有水原希子来台北当天自己也亲自佩戴的大面积的这个水钻拼接而成的 OK 耳环，包括呢水原希子在形象照中有佩戴的彩色蝴蝶造型的发夹呢，这次在台北也有推出哦。